向清华学子在新时代能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向清华学子在新时代能够令人毕业不忘初心。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能，共同拼搏，共同努力。因为129是一个集体性质的爱国的一个合唱活动，所以就是在感受到集体的归属感的同时，也感受到对整个国家的一个归属感，就是发自内心这种爱国的热情。